好，大家应该都准备好了吧？好，那个尿布也准备一下哈。那个最好是多买一些成人纸尿布啊，那到时候漏了不要怪我啊，好不好？如果你们有一些人是松弛的，哦，哪里松弛我就不好说啦，你们就自己去买个尿布装一下，不要到时候在那边一大堆屁都跑出来了，是不是？你包大人呢？不瞒您说，我已经包好了。没有啦，没有包好啦。好啦，我们开始吧。好，各位早，各位早。还好它是有简体中文，至少剧情应该看得懂吧？啊，应该吧，我想应该吧。啊，果然你看，靠，有点这个晃的也太不真实了吧？你来过这里了，看窗外区2214。我必须要讲啦，这个人的这个视角，哪有人一睡醒是这样子，头是这样晃哦、喔？也太不真实了吧！他想要塑造成他是第一人称，然后那个头是可以这样晃来晃去的。你是在那边左飘右飘跳舞是不是？啊？然后我这样露出了滑鼠哦，滑鼠不见了。哦呦，腰虚哦，这走路还蛮带感的吧？清清脆脆的，好像踩到蟑螂这样子。他叫我说什么？去221的房间。你来过这里看窗外，然后去221。窗外有什么东西？奇怪，那个窗外那个是什么鬼啊？哎、欸，等一下，这是城市吗？这怎么是感觉好像城市毁灭的感觉啊？哦，哎，不是吧？我要开这边的门啊！你开这里的门干嘛？哎、欸，等一下，我的视讯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让我调整一下啊、哦！啊，这样可能会好一点了，比较不会有消失的问题。床下有人，床下有人，这样，我们可以去别的房间吗？他是叫我们要到221嘛，207，221，这还有想到有一部戏叫什么？第几号的房客？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看什么第几号的房客？哦，也是一个恐怖悬疑，啊，叫我们到221是不是？我可以偏不要吗？这个走路真的很吵哎、欸！哦啊，又来了，对不起，但现在你也被困在循环中了，我没有选择。我每开一扇门，我就睡着了，这样子。哇，接下来没得选择，他没有要你去哪里了。我听到小 baby 的哭声。被烧掉之后得的样子吧，刚刚窗外。啊，我是不知道这个外面是长什么样子啊。感觉我这栋房子好像是空岛，你知道吗？漂浮在空中啊！这走路声音真的很大声，那故意的，你知道吗？人家走路轻声细语，他们嘣嘣嘣，好像很巴不得有人从这边经过一样啊！声音好像从这边传来的，左边传来的声音，小 baby 的哭声。又三小，你是那个女鬼想要吓人，然后因为太激动了，去被自己的口水给到，你知道吗？吓人失败，你也太弱了吧！啊，你是想吓人吓失败，然后这个口水给到你的喉咙，啊，进而不小心吐槽了吗？哦，你们有没有那种想要吓人的经验，就反被吓到，或是反被怎样的？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小时候啊，在公园有那种死老鼠，有没有？
然后我就故意用那个死老鼠，拿那个铁水管、塑胶水管呢，去勾那只死老鼠，啊、哦，就是很想去吓我姐，你知道吗？就勾住之后就开始往我姐那边跑，就殊不知跑到一半滑倒了，啊、哦，就是那种感觉，自己滑倒之后那个老水往上飞，啊、哦，飞在空中之后掉下来，差点打到我的脸，对不对？然后我又再一次轮回了，到底是要轮回几次啊？那是母亲勾掉一条蛇，还要多久？我不知道这还要多久。你也太皮了啊！小时候就调皮啊，但是现世报就来了啊！跑一跑要去追我姐的时候，我自己才要泥巴滑倒，第一个狗吃屎啊！所以说不要乱学，好不好？千万不要乱学。好，然后已经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好不好？开始已经有点。各种噪音，209号房，你确定我要进去吗？算了，进来看一下好了。三小，我操 ！Oh my god！ 我也不想预感，我可以不要玩了吗？哎、欸，各位，我们今天播到这里好不好？不行，都买了，都买了。我跟你讲。我从这个门一踏出去，他妈一定会有东西冲出来啊！要是没有的话呢？啊，没有的话就算了，好不好？怎么样？有东西要冲出来了，准备了。哦，有人，这个噩梦不得不停止，还要去2214。啊，前面就有一个。一个黑衣人 Slenderman， 你是 Slenderman 吗？我躲这里好了，他不让我过去啊。那个黑衣是怎样？我知道了，凶手就是你。因为我看过《名侦探柯南》，那个凶手全部都是黑衣人，有没有？原来是《名侦探柯南》啊，我还以为是恐怖旅馆呢、欸。算了，冲了啦，不管了。我看你他妈想要玩什么？没事没事，没事。啊，干，好湿哎、欸！赵天晓，我怕你是不是？妈的，不要惹我、哦！嚣张。你信不信？等一下我请一枚道长来处罚你，啊，让你投胎不得转世，啊，让你不得投胎不得转世。抱歉，我讲错了。崩溃使世界颠倒了，这是人类如何陷入无线电频率之中的一个例子。离远离无线电，我也很想远离啊。我觉得这游戏就是经费不足，你知道吗？经费不足，所以说一直不断做这个轮回的模式啊，来达到他们的恐怖效果啊。啊，师部，他叫我说要远离这个无线电波，我要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有远离？一是什么？一什么东西？这游戏应该不会太长吧？干，9、8、7 ，Oh my gosh！ 哎 ，Holy shit！ 别哦，完了完了完了，鬼遮眼啊！哎，我可以跳哎、欸，原来我刚可以，我现在可以跳哦。原来我可以跳哦 ！Oh my gosh！ Hello， 抱歉了，我不是故意的。这个人是谁？是康纳吗？你是不是仿生人啊？你他妈是不是仿生人？干你老师！啊啊！
Oh my gosh！ 妈的！因为这样我就会怕了吧？还扯得远嘞！烂游戏！妈的！出来单挑啊！出来单挑啊！亮你不敢啊！我要回去睡觉，不管你了。209。哎，啊，这是我刚醒来的房间。我最终目的是要到221嘛，对不对？吓到了，烂游戏关一关啊！哎，他连这里都不让我开嘞，所以说我到底要去哪一个房间啊？哇，没路可走了。还有任何提示吗？这声音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沉重。再开一次。哦，醒来了。画面模糊，还好吧？他又来又来了。啊，刚睡醒落枕了啊！无限轮回之术。其实我不太想要走这条，感觉都是在浪费时间。没有别条可以走吗？应该就只剩前面219婴儿房嘛，不用去了，去过了。诶，这里可以进去哦。哇，又开始 SCP 下楼梯的游戏吗？而且为什么感觉我下楼梯是用滚的，用滑的呢？超级滑步之术员啊！下楼梯不好好的下楼梯，很喜欢用滑步的方式。你看侧滑，他连往前也是这样，一直往前的啊，这有多怕啊？真是够了！鬼打墙下楼梯，对吧？怎么好像没有尽头的样子啊？这意思是要往回走吗？好不好？不太想往回走，哎，好不好？是男人就勇往直前，不要回头，知道吗？就连你玩游戏也是一样，你玩游戏就像个男人一样，不要回头，好不好？你是不是男人？你们是不是男人？是男人就一直往下，不要回头。主角是沙诺斯。哎，杨哥你好。是男人就绝不回头，对不对？我看一下，我要跟这个鬼耗到哪时候，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我的直播标题应该要改了。啊！干你！谁的脚踏车啦？靠北哦！是哪一个王八小屁孩把那个三轮车丢过来？啊？这怎么念？快点教我！英文老师教我快点，怎么念？王世贤。我要你翻译，不是要你打英文。Fish 吗？完成它，完成三小啦，跳下去吗？让它结束。这后面有没有什么彩蛋之类的？你不要跟我讲说跳下去游戏就没了哦，我会揍人哦。好，那我又醒来了，恐怖轮回。到底有几轮啊？哇，哇塞！哎，你好，以下是你的问题答案。2056年，生物来到了我们的世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的情绪，是越来越小了。看，你可不可以排版啊？你是要有视力检查啊？
各位，请问一下，这样的字你他妈看得清楚吗？原来是视力大挑战啊！我还以为是恐怖游戏嘞。你看这些正在崩塌的东西之后就混乱了。人们开始在一天之内遇到他们的同伴变老死去，一次又一次的体验他们生命中的同一时刻。这家店酒店被困在209房间相连的一个周期里。你还记得填上的这些讯息是我写的？我是说，我们之中有些人没有写任何东西。有人被自己的母亲吃掉了，有人陷入了频率之间，就像我说的，你很幸运，不管干你老师也不等我等完，也不能等我读完，妈的超级愤欸，这游戏要多少你知道吗？176块，你要跳出窗外吗？啊，我想死一死啊，让我去，跳下去。这个秋天永远不会结束，省成本省到连断句都不断是怎样？看死掉了，没了啊，没有存档，存档嘞，死掉了。我们等一下选择不要跳下去好不好？我们选择不要跳下去。你的朋友跟你说，哇，这款游戏叫恐怖旅馆，好像很恐怖，我想买，你觉得？啊，你们看过我实况了，就马上阻止他，别，拜托，不要。先给你看一个很恐怖的画面，啊，就让他来看我的影片，马上购物欲都消失了，对不对？等下来买，你确定？笨成这个样子，好，我选择不跳了，这次林北。不跳，你想开始这个循环吗？不要这个循环，找到出口。我现在唯一能做就是选择这个循环啊！你不要跟我讲出口是有任意门哦，好吧？你注定了自己的循环，至少我还可以继续游戏嘛，而不是跳下去。不是吧？从头开始，所以说我中间有一些过程要做对。哎，不对啊，我是不是省略了一个步骤？走楼梯的步骤我没有做到哎。你必须往窗外看，就是等于说你某些步骤没做到之后就没了。我走楼梯的步骤我没做到呢，你告诉我这个是在冲灯响吗？干不完了啦 ，forget。好，没问题。哦，褪色的记忆，褪色的脸啊，还是褪色的什么？忘记了，不管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在玩什么类型啊，反正就哦，这家同一个公司做的。哦，音效就一半就好了啦，不要虐待自己好不好？啊 ？You're here.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llow me. 可以不要吗？我一在这个地方莫名其妙醒来，然后有一个像是什么？精灵的东西飘到我面前，叫我跟着他。这走路好好笑啊！这是跟一坨屎一样的这个饭菜吗？这看起来比较好吃一点哎、欸，马赛克有没有？点阵图啊啊！我到底要去哪里啊？他叫我跟着他啊！你们猜的是什么？你们猜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盆花呢！
看这三小贴图啊，刚有个笑死了。有啊，两片就这样子。你那是卡片插下去，然后给你有一种立体的感觉，有没有？这根本劳作吧？啊，176块啊！然后呢，跟着这个屁精灵在走，是什么？那天我回到家，找到你的笔记，那是在你森林避难所举行野餐的邀请。我都不知道你也有一个，它是如此原始而甜蜜。啊啊啊啊！这下面。有敌人来了也不讲哎哦，公山小。You here?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llow me. 闭嘴啊！等下就跑就对了嘛啊、哦。That day I came home and found your note. That was an invitation. 要怎么跑？跑去哪里 ？In your forest shelter.I didn't even know you had one. Hey. It was so original and sweet. 哦，可以走，可以走了。隐藏在房子里面。Oh my gosh! Nope! 哦，他敲门呢、啊。哦，晕倒了。游戏已保存。你不要跟我讲重复的话，我会揍人哦。他这次连话都懒得讲，又是无限轮回 game。你这次连话都不想讲了，你知道吗？你只讲好话只说一次的意思是不是？这次带我到不同地方去，好棒啊！那小精灵在诱拐男童有没有？要不要跟我到森林里探险啊？很好玩的哦，那就诱拐，然后儿童就这样消失了，有没有？诱拐儿童的惨案，小屁精，重来游戏 game。这家公司好像很喜欢做这种重来游戏的，你知道吗？没想到，拿到了包包，跑回家，跑回家。Nope， 哦，原来幸福的可以跑啊！你这个小贱人，不早点讲，你连这个案件说明都没跟我说。嫩，哈，拜托，林北田径的嘞，会怕你这些？干，让我进去！哦，好险，那就晕倒了。啊，这就是冲过去捡完东西快跑的游戏啊。失眠的人可以来玩吗？但我受够了、哦，别人应该是捡完东西又跑吧。我突然好想退款哦。哎，阿金灵呢？粪便大合集。我是不知道阿金有没有玩这一款，阿金玩这一款应该他妈也是呛到一个不行吧。他的容忍度应该比我还高，我觉得。是什么 ？It was a very hot day. I remember regretting that I was wearing a pullover. 点完就快跑的概念，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鬼啊！鬼在哪里？我看到了房子了，有没有来啊？鬼嘞？我看到了。我还要等他，你知道吗？这游戏
你有看过第一次有玩这种游戏，鬼追你追到你还要等他的。他这款游戏单卖172块，我当初买组合包的配合刚刚 那款恐怖酒店多少钱？176块。